哩，咱袂乌白走哦。是啊。我袂用我乌白走，我若乌白走，我会胖去，胖去我都无看到阿爸甲阿娘，迄个时阵我会哭哭呢。对对，啊你即满几岁啊？讲咪。我今仔日几岁？嘿，我今仔日。今仔日八岁，八岁啊叫什么名啊？我叫建木啊！哎呦，真搞你干嘛？哎呦，真搞那人家在遐讲名呢！哎呦，真搞！我可以要讲 A B C D 到 G D。哈哈哈！哈，那个英语你讲唔对啦，唔是讲安尼啦。爸爸唔是安尼哦，妈妈哦，用来给你教。我先教啦。是，迄是总兵大人做官。哦，做官哟。有礼貌嘞，好是，也领奖。你去办清楚，专工来我这个寒舍，来，我办酒给你动饮嘛，不用不用，求你解救平安，今仔来到你厝内，伊来说多些，也第二，又讲无我的代志到位的，你什么毛病？你甲我讲，你敢知四个可怜啊？哈、啊？四个可怜是大代志，你做官人，那是用上知影有讲出来，也就是安尼先，我嘛伫咧着急，你可怜不？顶顶下下，我拢请透啊！一点啊消息都无，原来你一间店袂超，但是我知你卖啊！吼，总兵大人啊，你伫咧建设四路口，因是咱这个附近，你逐间都有超过，只有干我，你还不理我，安尼才用讲你是大细心。咱做朋友是永久的，你若大细心，若看你无去，你做你超无关系。